就我这个 A 盘进去，可能插电容这个地方不插，或者说插其他的，就可以。我们这里有个扫描仪，把 A 盘放进去，它就把 A 盘的程序调出来，打了 A 盘的。如果呢把 B 盘放进去，它又扫一下，它就会把 B 盘的程序调出来。就是说这两种板可以放在一台机器上面打，但是它插的量就是在这几种物料上面它就会区分。就不需要再转线这样的。还有就是说这个跟那个工业视频有点相似的，我们就可以用手机去远程控制这个机器。我是。